看到幸福心愿持有人的小片。王蕾蕾从小便有着极高的表演天赋，凭借高挑的身材和清秀的面孔，她踏上了职业模特之路，很快便在各类模特大赛上崭露头角。但在她职业生涯最炙手可热的时候，她却告别了钟爱的舞台。她为何会做出如此抉择？让我们一起走进王蕾蕾的模特人生。Just